Hello，大家好，我是目标成为华南街金童的华南街小书童元哥，我号称呐、啊，好，这不跟大家开玩笑，我号称我把正照全部都讲完之后，这节目也都差不多录完的，两个小时，对，不是开玩笑，所以说这一段就趴了，好吧，因为念念完之后可能两个小时就过，那在我旁边的呢是那个克莱尔，大家好，我是克莱尔。 我呢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长，那我主要是去掌管这个企业的大小金流事情。那除了是企业之外，我也是一个家庭的财务长。家庭财务长要干嘛？就是不拖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些日常收支，还有家庭投资的事情。哦，好，那接下来呢？今天的。 主题哦，其实是在于及时享乐，还有小资金算的部分。不过，在这个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聊一聊，因为最近大家还是要跟我们反映说，你还害，总是要讲一些民生的议题嘛。嗯。所以呢，今天就开始跟大家讲说，哎，最近大家在讲说，哦，美国要什么升息啊，现在要开始准备降息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升息这一段。那升息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升息的原因呢？嗯。升息的原因是什么？是四个字。 是通货膨胀,过膨胀、哦，对对对，好，考 <laughs> 过了，好，好，那接下来你的眼神寻找答案，糟糕 <laughs>，不能 Q 我这一段。<laughs> 然后呢，通货膨胀就是很简单嘛，大家知道，这讲出来通货膨胀这太专业，那我们就讲就是你的购买力呀变得比较少一点。 好，一百可以买多少？用多少钱就可以买一样东西？现在可能要花更多钱，就是你的钞票越来越不值钱。嗯，钱变越来越薄。<以>对，所以你认为一张你的纸钞有没有变得比较薄一点？我就觉得每天都变得越来越薄啊。嗯，所以你的钱包有越越来越轻，还是越来越重？我的钱包，我想一想哦，零钱变得越来越多，因为就是我每一次、嗯、以前只要掏可能一张一百块，然后、欸、姐现在是数位时代了，哦、你还拿零钱哦。<laughs> <laughs> 对了，这个后也是下一个议题，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数位时代。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身为台湾的人民，不管是食衣住行啊，针对那个消费力下降这件事情，真是非常有感。举例来讲，我自己个人蛮喜欢吃那种就是呃素食餐厅，嗯、就是 N 字头，N、嗯、开头的嘛，一样不能有考考。你有没有接叶配 我没有意有太大了，<對>那个只有猜疑、哦。是是是、哦、是是,是。<laughs> 对，那但是呢，呃，我有发现呢、啊，它其实在台湾已经连续六年，年年都涨价。今年二零二四年开头，它又再涨了一次。所以那个我常常就是得来速开车进去买点餐嘛，然后自己的点啊，什么饮料啊，配薯条啊，然后再配咖、嗯、配汉堡。结果呢，每一次出来的金额都会让我。 继续惊吓，就是每一次都惊吓一次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呃西式，我觉得中式的就是国民卤肉饭这种东西，其实大家很常见的一个牌子，就是有留胡须的哦,哦，也是一样哦。确定、欸、<国民 S 2> 没有接业配？<laughs> 好了，我跟我跟大家报告了，我发觉啊，刚刚他讲 N 字头的那个，看他抱怨的程度就知道他没有接叶配。对，对对对他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不爽。对,对，因为因为真的这个。 买东西越来越贵，真的是完全体现在自己生活的食衣住行上面。嗯嗯,嗯,嗯，好险你胡须那个真的卡住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胡须这个就有点面面太明显了哈。<laughs> 好了，那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了哈。 我之前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三块豆干是十块钱，三块豆干、啊。对对对，所以每次去那个黑色那种方形不是是比较薄的那一种，種对，三块豆干十块钱。那我最近去吃东，因为我最近就是自己去吃东西的时候，哎、欸，他说一个豆干，那时候一份豆干要三十块，那我心想哇，天啊，我要吃九块豆干，<laughs> 我心想我，那、哦、所以我就我就点了一一碗小的面，然后还有三十块的豆干，结果来你知道几块吗？三块。 嗯，欸、所以小時通货<對><算>小时候是三块三块豆干十块钱，<對>现在是三块豆干三十块钱。哎、欸，讲、欸、实在话，这个叫做什么？通货膨胀、嗯。对，所以说，所以钱就变薄了，真的、嗯、真的。那他思考一个问题哦，现在大家都习惯比较高价的生活，那你觉得，嗯，未来要降息了，嗯，有没有可能？ 三十块一包回去，没有降息降，只是那种金融界的口号。哦、但是日常生活消费怎么可能降价？哦、你有看过刚刚讲那几个牌子降沒？没有佛心的，对，没有佛心的。嗯、<laughs> 因为他会说什么原物料啦，然后人工人工成本，對對,对对对，房租啊也都全面齐涨了。嗯嗯、所以其实说真的，这就是一个回不去的、无法回头、回不去的路，就像房价一样，其实也是。嗯嗯所以这些体现在生活中的种种，都是。 呃，让你感受到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啦。所以在这个退休规划的议题上面，其实是真的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它最重要的是要透过一个数据化的长期的规划，然后有逻辑性的去执行，这样才能够达到目标。嗯嗯、你讲这个哈、哦，我不得不得不称赞我们银行啦、啊。哈、哦。嗯，有一个叫做退休健检神器，哦，哦这不得了！哦、<嘿>退休健检，你知道有多神吗？嗯。 我現在他就神器，能不神對？对超级无敌神！我跟、嗯、我跟大家讲一下，嗯、大概就是你输入几个数字，你就可以知道你以后退休的缺口有多少。嗯，包含了啊，你输入你现在的年龄，嗯、还有你退休你预计退休的年龄，嗯、还有你可能活到几岁。而且跟大家报告，你不要预估说什么你活到八十岁。现在就像克莱尔讲的，现在的医疗非常非常的进步，你有可能活到一百岁都有可能。嗯、对，大家知道吗？<對>你跟一般人家讲说，人跟钱有三个关系呀、啊。嗯，第一个关系是什么？ 来第一个就是，就是，你，你活着，嗯，呃这样，就是你死掉了，然后钱还没花完，没关系，OK 啊，开心呢，谁会感谢你？你小孩会感谢你？没有，我捐出去做慈善。那你小孩不会感谢你，没关系，他要自己赚钱。好，这第一个哦，这第二个呢是，你死掉了，好，然后呢就登出了嘛，然后呢钱也刚好花掉了，我觉得这最佳状态，大家死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家没欠，对不对？小孩也不会感谢你，顶多在。 清明节去拜拜你而已，就大概就这样子。好，那第三种情况是什么？你活着，但是钱用完了，那怎么办？其实非常非常可怕，因为在那个时间点的你，其实你不管是体力、劳力，还有你的工作力，其实根本就跟现在的你是有非常绝大性的差异的，而且到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医疗支出啦。 所以回头来看，我们华南的退休建检神器这件事情，嗯、它就可以帮你算出说哦、啊，你预计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登出，嗯、然后预计你退休后到底要花多少钱，嗯、这样帮你算出你的退休缺口。哦、所以说，假设哦，你今天算出来是两千万好了，那你那么多，诶，基本上我们是非常神的建检神器，所以绝对算到很精准哈，所以这大家不用担心好，虽然两千万，你就好好存两千万就对。好，接下来呢？ 你就开始依照这个两千万的缺口去执行嗯，嗯，执行你总共到六十五岁，好假65，设你六十五岁，你到底每个月或者是每年要存多少钱？欸、<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了这件事情哦，理财规划，我觉得第一个宗旨其实是要有个逻辑性，然后要有纪律的去执行，然后并且要有目标，嗯、对对对，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未来希望达到的目标长什么样子。 你现在要怎么样去开始？所以回到就是今天我们在街坊遇到的这个及时享乐的这一群，就是朋友们，嗯、我觉得如果说你们也愿意在这个钱花掉之前想一想自己的目标，譬如说我希望我能够买房，我的目标，嗯、或者是我希望几岁能够退休。 如果你在花钱的时候，你能够想到这个目标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很容易缩手哎、欸，嗯嗯你就会想着试着把钱存下来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渐进系的、渐进式的，一步一步往前带的一个过程。好啦，不过哈、哦，大家都讲说这种赚死薪水没错了，但是你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赚过？<coughs> 你有没有比较有趣的那种赚钱经验或者是省钱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就说我是客家人家金牛座嘛，所以我是、哦哦、不得了<贏> 但是我我总总觉得，其实我是没有偏财运的人，然后所以我的几乎每一分钱都是靠着，不管是劳力，或者是研究投资，或者是比较有纪律的去做一些储蓄计划来达到执行的。最近发票你都没中。 没有，我不容易中发票诶、欸 oh. 我很久很久才会中一张发票，而且中最多也就只有一千块而已。Oh. 但是我蛮努力在存钱的，所以我就举我呃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到社会当那个银行的社会新鲜人，鮮人啊、然后我在银行工作，然后那个时候的银行就是穿着那个呃套装嘛，然后那时候租屋处呢距离银行没有很远，所以我每天要骑脚踏车上班。 然后经过的时候呢，这一路上骑脚踏车，我就开始有一个念头，我就想说，哎、欸，那个每一次买早餐都行色匆匆。欸啊、你真的很省哎、欸，连连交通都骑脚踏车哦。对对，對啊、我骑脚踏车啊。哦、对，而且我那个脚踏车还是从大学运到那个，运 <laughs> 到台北，骑、哦、<laughs> 同一台脚踏车。哦欸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那个银行人每一次都很急急忙忙的上班，嗯、来不及买早餐。 那刚好，那个我们家前面那个阿姨啊，她没有很多三明治，所以我就跟她批三明治。嗯、我每天跟她批三十个三明治，然后骑脚踏车放在我那个后座。哦，所以你以前就做过代销，是不是啊？哎、欸，我我说真的，现在的时代啊，<laughs> 可以做这种代销，嗯、或者是越来越资源越来越多，真的是要善用。嗯，好，然后我那时候就把那个三明治放到我那个脚踏车的后座，然后就这样骑着到门口，然后我跟阿姨批一个二十五块嘛。 然后我就卖给同事一个四十块，所以一天就现赚价差十五块。通货膨胀就是你们这种人造成的，哼、嗯，对对，因为大家都贪图便宜嘛，嗯、对。啊、如果说遇到像今天天气这么冷，然后又下雨天的话，当场就涨价四十五块，还是有人买，所以我各位，哎、<呀>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元凶，你知道吗？<laughs> 对对对、啊、我去我去买二十五块，然后在他手上买四卖四十五块，对，你知道什么？那种感觉好像是什么下雨。 下雨天气冷折，方便。下雨没打折，对不对？对啊，然后有没有下雨才打折，对那种。我是没下雨普通价，有下雨加价。哦，我没有在打折的啦。哦，理解所以所以那个时候一天这样子吼，那个大概可以增加四五百块的收入。嗯，哎，其实也不错。然后一个月下来，那个时候搞不好比你的跟你的日薪差不多。哎，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的确确有可能。有可能。你不要装年轻，我跟你讲。 但是这样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可能加薪，差不多快一万。哦,哦，对对对，所以就是当年。等一下，还是要打岔，你有没有缴税？这个是现金收入，或者、啊、是现金收入過？过过了几年算了。對,对对，已经超过我那个七年合课期、嗯。啊，对对。而且那时间就算了。非常的短暂，这样子。對,嗯嗯、对，所以呃，就是像类似这样子的省赚钱方法，其实。 我觉得那个还是出于一个源头，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理财跟赚钱、存钱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其实说真的，那个批早餐去门口卖，其实第一个很累，而且要又有点丢脸，对，对真的要勇气。我曾经卖过，我给我们经理，我们经理就这样，哎，哦，你怎么在这卖早餐啊？五十块，好。嗯 人家说什么 <laughs> 爱真的需要勇气，對對,对对对，原来卖早餐也是需要勇气，<laughs> 嗯、但是后来我卖很短暂，就卖一个月之后，这真,真心觉得真的太丢脸了，嗯、所以后来就放弃了这样。哦、但是当年真的是呃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为了想要多赚一点钱，什么都做得出来。对，對其实你这个经验让我回想到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老婆刚怀孕的时候，我們那时候也想要多赚一点收入。嗯、对。那對那时候流行什么？流行那个小老鼠有没有？天竺鼠。嗯、呃，对。 哈姆太阳，对，就是什麼哈姆太阳，快快跑啊，<laughs> 快快跑啊，哈姆太阳，<laughs> 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向日葵种子，向日葵哦，你不要假装年轻好不好？明明就会唱，哦、会不会听 p o d c s 的同那？那次我们去 K T V，你还唱过，你现在讲的话很装，<laughs> 好，不过没关系。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想说，哎、欸，那个时候大家都都卖小老鼠，就是那个枫叶鼠或什么这样,這樣子、哦。对，有一段时间真的很流行。对，然后我还特别，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想说，好，人家说。 那个收入就要靠自己。我那时候还去永和租了一个阳台，就是房间有有阳台的房子。然后呢，养了很多枫叶鼠，不得了。哦，那个生得快。我还隔间，你知道吗？隔间，而且真的，一胎好几，一一就是一胎好几只。然后慢慢养大，慢慢养大。有一天在过年前，我终于准备要出货了。哎，我就跑到了永和某间夜市，然后去摆了摊。嗯，哦，然后我还去。 批了那个什么纸盒啊？哦，对啊，因为要用纸盒、嗯、装，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还画，我还画很可爱的标签，让那种小朋友看，哦，一定很喜欢，很想买。哦，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嗯。然后殊不知，前一天，嗯，新闻爆出一个新闻，叫做什么汉他病毒。 哦，这个要有点历史才知道，汉、哦、他病毒好像就是一种鼠类的汉 <laughs> 姆带了，一种鼠类的疾病、啊，對,對,對,对不对？会传染给听说会人类，所以那那一天就是天气都跟这一样的冷，冷飕飕，对，非常冷，我的心更冷，因为满窝满窝的那些投资全部就是哦，我从下午摆到晚上，没有一个人来，而且大家什么你知道吗？ 我这边我还挂一个牌子叫小卖卖小老鼠，嗯，以前哦，你这走在夜市，大家就直接走过去，对不对？对。现在不是大家是绕一圈过去啊，不敢来你这里啊。<為>嗯、哦，啊，你旁边的摊好可怜，嗯、好衰哦對。对，真的。所以叫所以是说嘛，还是卖早餐比较好、啊。对啦，对啦，反正吃了就算了，<laughs> 老鼠你也不能吃，对。而且我我卖早餐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卖出去的时候，我就当做中餐跟晚餐，一天吃四个三明治。哦,哦，不得了哎，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啊！你说当我送我当中午餐就好。 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后那些老鼠，我就只好真的拿去再送给其他店家。哦，這而且我讲实在话，一只真的都没卖出去。哦，对。可是我觉得也是真的看出来了，元哥当年就是真的想要增加收入的一些就是心情努力啦，对，真的努力。所以我觉得不变的事情是这个，就是你一定要开始动脑筋，然后你要努力，嗯，然后你要有规划，这个事情才会真正增加你的收入跟储蓄赚钱。嗯，对啊，對因为讲实在话。 你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好好的努力一下，不好好的为自己冲一下，我还是会老老话一句嘛，你以后的你总会感谢你自己。对，真的，因为好像看到街坊大部分受访的都是年轻人。嗯嗯嗯。对，那对，其实真的是要存钱了我觉得像我自己本身也是不是在台北长大的小孩，我也是北上来台北努力工作打拼。然后呢，像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是上来台北租屋的呢，可能就会觉得啊。 东西这么贵，台北房子这么贵，我可能一辈子打拼也没有机会变买到一间房，对，对买到一间房，或者是变得更有钱。所以干脆我每个月没有赚太多钱嘛，那我就把它花光吧。对啦，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就觉得说，第一个我觉得自己买不到房子，嗯，而且房子算是一个人算是一辈子最大的花费之一，嗯，好像他们觉得自己买不到房子啊，然后光存投期款这等等之类，而且买完之后就是负债的开始。 对他们没有一个特别资产的概念，所以他们觉得啊，既然我买不起，那没关系，那我就及时享乐，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对他来讲，存钱这个就是买房子这个最大的投资已经不在了。嗯、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是更特别的，嗯、有些人想要怎么回家等继承，嗯哎、就含着糖，经常吃。对就回家哎呦，自己有一间房子没关系，我就等哈、哦，等哪一天这个、房子就是我的。嗯，所以。 我只能说这些人 OK，但是重点在于这种，重点是你即使享乐，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说，这些人有可能养成了及时、嗯、就是及时享乐的习惯之后，就回不来了。对，而且会变成你的 DNA，、哦、就是说你对储蓄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概念了，嗯、你就会觉得反正我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反正了不起就是租房子一辈子，嗯、不然了不起就是。 等爸妈登出的那一天，对，那就是我的啦。那、嗯啊、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会有说：“哎，我现在要有规律，我现在要退休要怎么做怎么之类。嗯”甚至啊，有些人还有搞不好家里还有两间房子哦。对他根本也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强调，这个东西就会导致说习惯花费、习惯不储蓄的这件事情，会变成你的 DNA。嗯，那以后你真的哪一天想要再回来的时候，讲实在也来不及了。嗯，真的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嗯 在如何开始自己的投资理财这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incentive，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激励你，嗯、然后让你觉得有成就感这件事情。嗯、而当你的成就感凌驾你及时享乐的快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I made it，就是我办到了，我真的成功了。嗯、所以我还是认为呢，每一个人就是不管是你的薪资不是很高的一群年轻人，然后。 你还是一样每每个月按照比例存下一笔未来能够让你越长越大的这个，退休金也好，聚宝盆也好，财富账户也好，它才能够真正改变翻转你的人生。所以一定要先计，就是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投资理财的目标。不瞒您说了哈，我之前哈在网络上。 看到一些那个投资的比例，那我很多我都有去试过嗯，嗯，那但是直到两年前，嗯，我有在网络上看到五三一一的法则，嗯，然后的比例，那那比例是告诉我这样子啊，我大概描述一下，他是说五十趴呢是支出，然后另外三十趴呢是储蓄，嗯，然后另外十趴呢是诶、欸、可能缴交保费，嗯，那另外十趴呢是自我投资，嗯、欸，我自己看一看之后，我发觉诶。欸 的确，我也真的照着去做。嗯，所以说我那么爱考证照，其实就是十趴自我投资的部分。对，对、欸、我个人实行了好久好久好久的，从我可能出社会以前，嗯，我其实就从大学就开始有做打工嘛，嗯,嗯,嗯然后那个时候大学生的时候有领奖学金嘛，我领奖学金我是也是一样，得了哎，把它存起来。欸啊、对，所以我自己个人用这套方法实行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然后真的也是，他已经到后来进入一种无痛存钱。 因为当我每个月薪资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分配。然后这三十趴没有啊，没什么问题，就是得要存起来的、啊。所以当一年一年存起来，然后我再把我这个财富账户拿去妥善的投资，产生了复利之后，明年呢、啊，这个三十趴其实在我的资产的破里面不是三十趴，因为它已经复利了，嗯，更多了，它是会自己长大的。然后我在不断的在每一个月的收入薪资里面丢三十趴进去到这个。 财富账户的聚宝盆里面，那它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其实这个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嗯，听你这样讲，哎、欸，那你知道五三一是谁弄出来的？欸、是我了。啊，是你哦，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laughs>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经历，这样子。原来我传说中五三一就是你弄出来的、哦。有没有觉得无痛，然后而且它是很规律、哦、有纪律的方法？呃，真的，我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很有荣幸哎，嗯 <laughs>、啊，我今天。 真舍不得把这个节目 ending 掉了啊、這個！这我我呃，这个五三一里面哦，五十 percent 呢，大概是放在日常收入的收支，包含你的11住行，这些都算是属于你的收支。嗯、那但是这收支里面呢，又分为有固定支出跟变动支出。嗯、举例来讲哦，我觉得用 sample 来举例可能会更好，嗯，譬如说一个收入十万块的家庭好了，其中的五十 percent 你就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嘛。 所以你每个月有五万块可以拿来，呃，柴米油盐酱醋茶。可是现在呢，很多租屋族啊，其实这五万里面有一万五可能要拿去缴房租哦，对，嗯、有一万五差不多要拿去付小孩的学费、嗯、生活费，嗯嗯、所以这五万里面一下就少了三万，剩下两万呢、欸，剩下两万能够实行。 十一行，因为住刚,刚已经那个房、哦啊、房租已经扣掉了嘛，所以当你建构了这样子的支出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昨天晚上去吃了一餐三千块的火锅，是不是就爆表了？对，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同样的逻辑，你把你的每一个月收入的样貌丢进一个模板里面，那你可能月初的时候你会超支花费。 你可能多买两三件衣服，为了尾牙，所以打扮漂亮等等，嗯、然后跟朋友聚餐，多吃了两三千块。可是月初的时候，你可能忽然那个遭遭金，然后走去别的地方。但是你到了月中跟月底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就是 q 塔，剩下这个两万块可以花了，嗯、所以你就会开始收敛。那每一个月这样子一直下来，你可能会有没达到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月因为特殊的费用花费，所以你的储蓄不会到三十 percent。 但是下一个月你可以补回来，回來对。其实我觉得啦，就是房间不管说是五三一，或者是其他投其他那种储蓄，或者是投资，或者是相关的比例，我觉得都还有一些参考性，嗯、大家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试试看對。对。但是重点是哈、喔，还是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呀、啊。嗯。因为我觉得说啊，大家知道三十趴或者五十趴这件事很重要，或者你也可以接受。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欸，反正我手上，我觉得。 很多人就这样，你手上有钱哦、喔，你就感觉就好像不把它花掉很很奇怪那样的感觉，所以说大家觉得钱包好像有些人觉得太厚觉得很重，这样、嗯、就无形中就會把哎、欸、一张两张张就把它花掉。哦，所以我会觉得说，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是不是说让顺序把它变得比较不一样？嗯、也就是说，大家以前大家讲嘛，先储蓄，嗯、那现在哎、欸、先支出，那再储蓄，嗯、那现在可不可以改成先储蓄再支出？ 对，这边也跟大大家分享一个公式，叫做，呃，支出等于收入减掉储蓄。嗯，你这个月有多少的支出可以花费，是取决于你的收入。收入是一个固定值嘛？除非呃自由业，你可能收入会变动，但是大部分的寿星阶级来说，你的收入是一个固定值。减掉你的储蓄，储蓄也是一个固定值哦，嗯、没得谈的，你就是这个月得存这么多钱的。嗯 那扣掉的才是你可以花掉的这个呃支出，这样子。所以大家常常日常把这个公式放在心里的时候，你的消费啊，你的一些你就比较不会着急，然后乱买一些东西。所以就是每个人还是按照自己的状况来努力的奉行啊，嗯、这样对，嗯。所以其实呃，最佳比例。 对对，元哥来说可能就是五三一，因为真的实现一段，嗯、实现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真的还蛮适合自己的，那就好好的 keep going 下去。这样、嗯、对了理财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叫做有纪律。嗯，你一定要好好的奉行你的纪律，<对>不是。 下一个月哦，对，因月因为你如果变成可以六二一，下个月就变成六七一一，然后就全部花光了，对，最后变成十零零零，对，全部花光，是啦是啦。所以说这个呢，就请大家一定要奉行，你已经决定了哪一个方式最适合你，最适合你的家庭的比例，你就按照这个方式做，啊，不要随便给自己太宽容，因为在强调嘛，你对自己太宽容，就是对以后的你，是，就是对以后的欠他。 对，对，以后的你所以说不能对自己太宽容。对，或者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你正在要存钱的朋友一起那个约好，就是如果谁这个月没有执行五三一的话，就要请别人吃饭。哎，对我，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不错，因为人家有讲过哈，约束力。对，而且你要昭昭告天下。哦，我觉得昭告天下事真的很，你就要让大家知道说，哦，你确实在执行。 所以当就等于是说，每个人都变成你的监视者，然后再看你有没有执行五三一。哎、欸，这件事压力真的很大，因为譬如说，我一定要考证照的时候，欸我,嗯、我们这个主题现在变成五三一是告我大我怎表达这是一个配置的一个比例的。对对对，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人也好，或者是你昭告天下，你就会产生无形的约束力。嗯、那你有了这个约束力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就很容易达成。嗯、那接着呢，这件事情就会无痛的成为你生活中的消费习惯。 嗯，对对，對那你就有低了，嗯、对。那、啊、所以说，除了这一块比例之外，哈，那有没有说这资产配置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譬如说，好，嗯、我们刚刚讲的五三一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自己想要的比例之外，嗯、你有其中我们刚刚讲有三十趴是投资嘛？对对，那投资这一块有没有一个比较适当的比例？我有听过啦，哈、嗯，人家讲说，我就拿我的年龄。 那、嗯、应该是拿一百减掉我的年龄，嗯，就是我投资比较属于没有那么波动那么大的那个资产的比例，比较稳健一点的部位。那讲一个实在话啊，像克莱尔他是三十六岁，那我就拿一百去减掉三十六，嗯，那这三十那个六十四呢？对，就是他可以投资波动比较高的那些比例，可以来一点风险，像股票啊，或是一些股票型基金哦。嗯 那其中另外三十六呢，就是它投资比较波动比较低的比例，比较稳健一点的、呃。对对对，那像债券型的部分，对，哦、这样子你甚至放定存，更老可以更早期一点，就更晚期一点是可以放定存等等之类的部分。嗯，那这样子也也许是一个还不错的比例。嗯嗯嗯，嗯嗯嗯我觉得这个方法很简单啦、啊，就是一刀切啦。嗯，然后而且哦，因为人在这一生中能够承受的这个风险是会随着年纪变化的。嗯，所以你一百，你今年是一百减掉三十六。36 啊，你这样配置嘛？啊，过了两三年之后呢，你用一百减掉四十的时候，嗯、它就会自然而然帮你调整成一个更适合的一个配置。<對 S 1> 所以这个其实算是一个非常简单好记，然后而且又蛮值，就是蛮容易实行的方法。嗯，对，这个我们考试有考，你知道吗？ 哪一科考试？我们那个退休理财的考试有考哦，真的？理规吗？理财规划人员？我我我我证照太多，我不知道全名叫什么。小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你要我附送一遍，我真的就是证照比较多，所以没有去记这些名称呐。对，不过不过这个方法是蛮好的啦，对啊，对啦，所以说其实坊间还还是有很多就不一样的那个比例不一样的配置，但是我会觉得哎，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好。 对，因为你如果每天在思考说我这样子，我要精算到底是怎么，我觉得很累。那我直接拿一百一刀切。讲实在话，一百这个数字简不简单？好不好记？很好记呀。对。那你的年龄好不好记？除非你不承认，对不对？就是我一直解说，其实我今年才二十而已。然后就一直做一些风险投资，八十 percent 的部分都在买股票，有没有？所以我想知道你年纪，那就很简单啦。人要诚实。对，我就去看你的投资比例，我就知道你年纪，很厉害，像柯南一样，对不对？对。对。 你说你三十六，那我就看你的那个那个股票比例跟债券比例，哎、欸，明明就是四十对六十，明明就是自己减了几岁，真相只有一个。那、嗯、好，嗯、好对，所以哎、欸，那如果说这样子、哦，我接着要怎么执行呢？我好，我一百减掉了我现在的年纪，那如果说是有一点风险的部分，我大概可以放在六十四个 percent 左右嘛。嗯 <對>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我会觉得啦，第一个我强调是不懂的东西不要买，因为不懂的东西，如果你去买了不起，就是道听途说。嗯啊，我承认啦，我曾在职业生涯里面总是会有听到有一些客户<就>或者路边有一些人，哈、哦，我们就讲路边也不能讲太明，哈、哦，有人跟我推荐某些股票，嗯，然后我就真的跑去买啦，哦，嗯、那这一辈子呢，我两次记去买做这件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呢，过不了一个月。 哦，我就寄挂号到哪里呢？挂号寄挂号到证券投资人保护中心，那什么意思？哦、就是你被炸了啦，嘿，哦、对你被炒作了啦，買你买股，你买到被炒作的股票，对对对,對，那你是跟风，然后跟完之后，你才刚上车，人家就是啥，人家就是到货给你啊。所以哈、哦，我强调啦，就是说路边听到的哈，或者是什么谁告诉你的，你都不要去买。为什么？嗯、因为对我来讲，你没有研究过的东西，你对那个东西不懂的东西，你就是要赌博。 对，赌博你学到什么？只有输的经验。哦，oh, 对，是是十赌九输啦。对，所以对我来讲，从那时候起，我真的就不会再去听人家告诉我说，哎、嗯，哪一个名牌可以买什么字、嗯嗯嗯、因为我告诉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做研究，然后导致错了，我知道经验是什么。嗯。我从这一段投资旅程里面，我会知道说我自己输在哪里，自己哪个地方没有看对，所以我会有印象。嗯、可是如果今天听人家买，听人家讲我去买的话， 我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一档股票。对啊，然后呢，啊、甚至呢，我会无形中的会觉得说，啊，没关系，人家说会，人家说会涨，人家说会涨，所以即便它一直跌，你都会洗脑自己说这是名牌，所以这个跌只是他要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舒服是人家自己在为了洗盘什么什么之类，你会给自己一些很很不一样的想法。嗯，然后等到有一天你查网网站看到投资人保护中心哦有让你求偿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真的被骗 哦，其实这样子的案例真的是蛮多的啦，嗯、对对对，所以说哈，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对你自己投资的东西你要去了解，了解即便你少少的一些钱去投资，我觉得也 OK。你因为你只好有钱去投资，你才会在市场里面，你才会真的愿意去了解，愿意去努力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或者去了解它的营收啊，去了解它的什么一些所谓的美股盈余等等之类的财务资料。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今天不去买这个东西的话，你永远就只是观观看，嗯、在外面观看，你永远学不到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进去投资的话，你会比较愿意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嗯、那我有个问题想问，譬如说我是妈妈嘛，嗯、然后白天又要上班，晚上回家也很像上班一样，有够忙的，嗯、我根本没有时间。晚上开战吧，跟小孩开战，打小孩，<laughs> 超有力这样子，嗯、<哼>对。 所以像我这么忙的生活啊，我其实根本不太有时间去研究个股也好，嗯、公司也好，更何况是看什么报表、营收那些的，真的有够累。而且我看我们家自己的报表就已经够累的了，我还没有时间去研究其他东西，怎么办？嗯、你讲到重点，我觉得啦，就是说你已经决定好配置了，那你接下来要买哪些适合的金融商品？嗯、这时候当然你可以去问你的理财人员啊，但是我这边也给一小小的的建议，就是说，诶、欸，一般大家会觉得去买基金。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对，你可能对于一些区域比较了解啊，像您可能是在产业界，你可能对产业比较了解。对我比较喜欢电子业，对，电子业在跟我的这个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嗯、我从我的客户的报表也好，或者是从我供应商的出货也好，我大概都可以了解电子业在今年的这个景气底下的一个成长动能，嗯、因为这是我的本业。嗯，对。 那或者是你可以买这些全球股票型基金也都可以，嗯、但是就是还是一个前提嘛，就是你要在那个一百里面去减，哦,哦，就是说像您就是可以买六十四趴的部分，嗯、哦啊，那其他的呢就是。 债券型的部分，你可能就比较保守一点的，就买三十六趴等等之类的部分。嗯、所以说，你可以去买一些基金的部分啊，不管是区域型、全球型的股票型基金，都可以协助您做一个资产配置的这一块。所以在选择标的上面，对于没有办法去花很多时间找的这些投资人呢，也可以透过现成的这些金融商品，很简单就可以 touch 到很多很好的标的，因为那些都是、嗯、可能是基金经理人啊、分析师啊都帮你选好的一些标的了。对。 所以说，其实像一般呢我觉得大部分的基金，其实银行的架上都有卖。而且哈、哦，有一个特别的前提是说，有些人会去卖什么未何备的那些基金，嗯、我个人觉得这完全不行。哦，对对对，对因为有些同大家会觉得买不到，买不到最想要去买。嗯、哦，台湾人很特别哦。 越要排队的越喜欢去。对对对，只要有人排队，<有>我不管他买什么，我都会先进去排队。还有一个特点是，老板越凶，他越喜欢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哦欸，我就奇怪。我你老板很凶吗？没有没有没有，沒有沒有我老板我官官方华南银行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文化，<ly> 让所有社会新鲜人跟你想要有志成长的青年都可以去的地方。嗯嗯嗯。好，那那个我们呢，除了街访之外啊，其实团队也做了一些民调，然后这民调呢，就有问到大家呢，就是有没有什么。 有趣的省钱秘籍，好，有一些人回复呢，就是说，呃，少出门，哎、欸，少出门真的可以少花钱呢、欸，吼。其实现在不一定哎、欸，因为吼少出门这件事情就尴尬啦、啊，嗯、因为你越少出门，你在家里，你有手机，过去以前是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哦，对，对對,对对，你就不断的网购，对，你会网购啊，你会买游戏点数啊，对，對你会没没事找一大堆事情来做，尤其讲实在，现在的人不看书。 现在你真的是看手机哦，oh. Oh. 对，那你无形中你就会接触，而且你看手机很特别啊，你大家也知道，你今天查了什么东西之后，过一阵他就会跳广告给你。对对对对那你无形中就会想买。行销，真的<對>真的很可怕、欸，嗯、因为我记得我有，我其实从来不钓鱼，从来不钓鱼，但是呢，我有一次就我的朋友跟我聊钓鱼，所以我就讲说，哎、欸，这个钓具，然后过了五分钟之后。 我的手机就置入性所有的钓具给我，这是、嗯、其实现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嗯、對所以不出门反而是最大的风险。哦，好，收到。嗯嗯、那还有其他有趣的回应，就是说呢，省钱秘籍就是尽量不要付现金，用刷卡赚回馈金来省钱。嗯，这个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啊。嗯，因为我会觉得说，大家有人讲过说，你实际上把钱掏出来是最痛的。 哦，那、啊、你刷卡其实没有感觉，哦、没有感觉。对，對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五三一那个储蓄法呢实行得宜的人的话，他对自己的生活跟支出消费预算有控管的情况底下呢，用这个呃数位金融来去做消费，其实蛮好的。是因为我有好几张的机票，嗯，其实都是透过这样子的点数然后回馈换来的。我知道你的消费力啊，你去。 其实真说真的，大家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信用卡的账单，嗯、因为蛮多真的就是家庭的支出其实是多的，所以如果当你善用这些支出的这个费用的话，其实是可以换化成很多回馈金的，这蛮好的。哦、对，那也有人讲到说，在哎、欸，问一下你有我们华南的信用卡吗？有啊，有了，哦，<對>好,好,好，<對>那可以继续，<laughs> 不要这样，好。<laughs> 然后呢？还有人是说到量饭店才买生活日用品。哎，你不去量饭店买生活日用品，你要去哪里买？哎，可能去便利商店或者是那个超市。哦、那这的、啊、量饭店是一次要买，不是？我觉得量饭店也 OK 啦，但是有一个点是说，有的时候量饭店一次买就要买很多。哦。他就让你无形中就被迫要买一大堆。对。然后,然后买完之后，你就硬要把它吃完。哦。对然后你又觉得自己好像赚到了感觉。 然后又痛苦到自己，对对对,對,對这种受虐的情况。对，所以就觉得每每次买一大堆零食物，我其实也不知道要干嘛啊，可是就觉得好像进去之后，你就是一定要买那么多，哦、就是很便宜。哎、欸，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呢、欸，就是你以为你赚到了，嗯、但是其实你花了更多钱，对、啊，这个值得深思啦。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买东西，我也常常在思考一件事，这是可以开放大家想一想。嗯，有的时候你买一样东西，它就不打折啊，买的第二件是六折。 嗯，那、啊、可是问题是，对你来讲，你就只需要一样东西，对不对？有一些饮料好了，对，你就是觉觉得旁边有一个第二件六折啊，还有这个不打折，你会选择哪一个？第二件六折。对，但是无形中你就只想要一样啊，你所以你被迫消费了一样，所以你原本以为自己赚到然，然后我就被迫请同事。嗯，对，所以你原本以为自己赚到，可是根本没有。对，因为你买了第二件嘛，然后第二杯咖啡半价，所以你就我我常常就是这样，然后就脑袋拿了两杯咖啡之后，然后走出来就心想说，诶，上礼拜还送过他、欸。 那不然今天送他好了，嗯、然后就整个部门的、嗯。你知道我办公室在哪啊？哦，哦你知道我办公室记得下次来送我 <laughs> 好不好？哈。哦，所以这所以啦，就是觉得不要以为你省钱，好像觉得哈哈折扣住好像赚到，其实根本没有。对耶，对耶，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嗯、不一定是省钱秘籍的。嗯、对。然后呢，还有呃，我们在民调的时候啊，有访问到说买过最贵，但是旁人都匪夷所思的东西是什么？哦。但。 有人回答说是一个两万元的黄水晶洞，这个是不是大家觉得有气场的问题？对对对，对，是风水气场的问题。对，但是风水气场最强的都在卖你水晶洞对对对对对对对，<laughs> 的确，他卖越多，他的气场就越强，很特别哦。对，你以为你买完之后你的气场越强，可是没办法，他却比你强。嗯，还有个是五十万的限量名牌，哇，那真的很贵哎、欸。 嗯，五十万的。不过这个有人认为是可以保值啊，或者是可以增值，<对>或者是以后可以销售。对，哎，这这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可以接受，但是不一定可以那么的建议啦，因为毕竟五十万这个部分、嗯、或者是金额啦，哈、哦，就是可能如果说它占你生活的比例太高的话，也许这个投资对你来讲就是刚刚讲的波动性的投资。对对,对，所以有点就是赌它以后会不会增值。嗯。嗯 然后还有人讲到，他花了二十一万买了一个正版的绘图软体，哦、我强烈怀疑他应该是一个绘图师。嗯，首先一定要用正版，这没话说，对对那至于绘图软体二十一万这件事，如果啦。 这是跟他的生活有关系的，我觉得那是一个投资，一什么生材工具的投资。这是五三一的 ten percent 的投资哦，就自我投资，自我投资哦。他投资的好贵哦，对对对所以隐隐含有人买这个东西，如果他确实知青五三一，他应该一年有两百一十万。哎，对，那他就 OK 了，那就 OK，这没没问题的。对，再来的话是年缴六十万保费。保险这件事情，哎，我觉得这这个搞不好可以聊一下啊，因为。 有免缴六十万保费这件事情，如果假设你今天买的是一些，呃，跟你是有一点保障型的，嗯，哦，或者是储蓄型的，我觉得勉勉强强都 OK，嗯,嗯，因为这毕竟就是什么风险移转，对，哦，其实避免你未来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个困顿等等之类的，嗯、我觉得缴、嗯。嗯嗯嗯 六十万的保险，我觉得其实 OK 哦。嗯，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点，就像呃，元哥有提到说一百减年纪这种口号，嗯、其实保险的比例也有一个口、嗯、这不是口号，这是基本原则。啊、基本原则，对不起。嗯、就像五三一一对我来讲是一个基本原则，原则原则。嗯、然后呢，在保险的支出的部分呢，也有人提到说他花你收入的十个 percent，、嗯、因为这种保障型的东西，它可能包含寿险，十支十付。 你们家的车贷、哎车险等等的，嗯嗯嗯、或者是房子的活险，所以当一个家庭有可能年一,一年一年一百万的收入的时候，好了，它适合的可能就是一年缴十万的保费来 cover 你这些所有资产跟人生、人生、生命安全的这些变化、嗯。了解，所以我觉得点不在于缴六十万这件事情，<對>而在于他的年收入，對,沒<錯>对，就是在你生活的比例到底是多还是少。所以这个家庭。 年收入是六百万嗯，嗯，对，嗯、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在执行五三一这样 <laughs> <laughs> 好，然后再來还有人讲到说，他花了五万做线上游戏充值。这个嘛，这个我就会觉得这叫什么？刚刚你说的浪费<費>不出门这件事情 <laughs> 哦，不出门我觉得就是相对大的风险哦。对啊，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人拿出钱来准备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一样想一想这是一种消费。 还是一种浪费，嗯，或者是你把这个消费，对对对，嗯、当做是一种投资，嗯<哼>，这其实都是这个消费的时候，当下做这个昂贵的消费的时候的想法。所以说，这些人呐、啊，这些人的部分，这些人的投资或者这些人的消费的部分，这些支出，我都会觉得是去思考一下，对他来讲，嗯，他到底是投资还是一个花费，对。所以说，当然因人而异啦。比如说，你对那种就是。 就是专门在做绘图的人来讲，二十一万它就是一个投资。对。啊，如果对我们这一种来讲，是一种浪费。对。不是消费哦，是一种浪费。我们用笔画应该就还更便宜了。对对。所以就是说，不同的情况，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消费。没错没错。对，但是对你来讲，它是可以帮你赚钱的消费。嗯。还是只是单纯的花完之后，它就不是你的，就是别人的了，没有办法再帮你创造更多收入的。 嗯，哎、欸，那个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单纯的话，真的是因人而异。嗯，没错，没错，是是,是。好哦，那节目的最后呢，请大家别忘了留言，并且关注华南银行的 FB、IG、l i v e Podcast 跟 YouTube，都会有相关的理财资讯提供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元哥，谢谢克莱尔，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